上你就是否认你有抽烟。对，是啊，那我怎么被抓走啦、对啊，你是小朋友，他叫我抽烟，这样也是很不可取啊，这样行凶啊。哦，了解。那 D 卡上面有同团的人指控，那这部分您这是也指控，然后就写成他等一下他都在指控，我从头到尾我不跟他们争就算了，他们要恶搞就给他们恶搞，我的格局还不够宽吗？那还有提到说打包食物，打包食物是我完全没有吃啊，我吃的不是，我们吃的是风味餐，是我吃不下，全部打包，那我自己吃，那点我自己吃。那你那时候坐在位置上，有没有旁边的人有认识吗？旁边没认识 ，Marina， 外国人，干嘛找人家帮我做证明？是我偷的、啊。